弟兄姊妹平安，弟兄姊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横跨时空祷告一百天，让我们一起横跨时空祷告一百日。属灵大扫除，属灵大扫除。第七诫，不可奸淫。第七诫，不可奸淫。神啊，为我的生命祷告。神啊，为我的生命祷告。神啊，求你赦免我哋好多时候心思意念都充满住污秽。神啊，求你赦免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心思意念都充满着污秽。好多呢啲世界上面呢啲淫乱嘅想法会喺我哋嘅生命里面。很多世界上淫乱的想法会在我们的心里面。神啊，求你赦免我哋好容易俾呢个世界去影响。神啊，求你赦免我们很多时候会被世界来影响。当这个世界不断去宣讲这些东西是正常的时候，我们都慢慢去被他们去同化。当这世界上讲这些事情是正常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慢慢被同化。但是神啊，你是圣洁的。但神你是圣洁的。神啊，你都希望我们每一个跟随你的人都是圣洁的。神啊，你希望每一个我们跟随你的人都是圣洁的。神啊，求你赦免我们这些的污秽。神啊，求你赦免我们的污秽。求你帮助我们的心可以对准你。帮助我们的心可以对准你。神啊，让我们可以活出神你的圣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神啊，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你的圣洁。我们行在你的光中。我们行在你的光中。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。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为下一代去祷告。神啊，我们为下一代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的下一代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的下一代。因着好奇，因着觉得很有趣，因着好奇有趣，他们就 去接触性这个的话题。他们就去接触性这个话题。主啊，你赦免他们。主啊，你赦免他们。他们不认识性是一个宝贵的礼物。他们不认识性是一个宝贵的礼物。是你所赐的。是你所赐的。他们呢去罔顾这些的话题。他们罔顾这些话题。主啊，他们就开始随便。他们就开始随便。他们呢就去试性行为。他们就去试有性行为。主啊，你赦免他们。主啊，你赦免他们。主啊，他们不懂得。主啊，他们不懂得。他们不成熟。他们不成熟。主啊，你赦免他们因着好奇而去得罪你，他们呢去有婚前性行为。主啊，你赦免他们因为好奇而有这个婚前的性行为。甚至呢觉得是很多人呢都已经是这样，为什么我不可以？甚至觉得好像很多人都可以这样，为什么我不可以？主啊，你赦免他们的无知。主啊，你赦免他们的无知。主啊，他们不认识你的真理。主啊，他们不认识你的真理。主啊，你帮助他们。主啊，你帮助他们。主啊，祝福他们知道你是圣洁的。主啊，你祝福他们认识你是圣洁的。你所赐的婚姻都是圣洁的。你所赐的婚姻也是圣洁的。保守他们在性行为的里面，他们真的知道他们要进入婚姻才可以有这个行为。保守他们真的知道要进入婚姻才可以有性行为。主啊，你帮助他们。主啊，你帮助他们。让他们知道，主啊，你所赐的 是行在你的里面的婚姻。主啊，你让他们知道行在你里面的婚姻。祝福他们。祝福他们。更多认识你。更多认识你。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为列国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列国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赦免列国。主啊，求你赦免列国对性的开放，对性的开放，有淫乱的文化，有淫乱的文化，无论是婚前性行为，无论是婚前性行为，同居，同居，同性恋，同性恋，多性恋，多性恋。主啊，我们都美其名是一个多元的文化。
主，我们都美其名是一个多元的文化，我们可以接受不同的这一些的婚前的或者婚后的一些不同的性关系，我们可以接受婚前或者是婚后不同的性关系，甚至有些在婚后都对婚姻不忠，甚至有些在婚后都对婚姻不忠，换夫换妻，换夫换妻，在这个性的关系里面诸般的混乱，在性的关系里面诸般的混乱，主啊，我们却是不晓得这个是神你所厌恶，主啊，我们却不晓得这个是神你所厌恶的，主啊，求你赦免列国，主啊，求你赦免列国，在这些性关系的混乱里面，在性关系的混乱里面，我们还以为是互相的尊重，我们还以为是互相的尊重，甚至有一些的关系更加以法律的途径来到要求平等，甚至有一些的关系透过法律的途径来要求平等，改变婚姻法，改变婚姻化，遗产继承法，遗产继承化，造成司法社会道德的混乱，造成司法道德的混乱，主啊，求你赦免，主啊，求你赦免，主啊，让我们知道性是你所设立的，主啊，我们知道性是你所设立的，是一夫一妻，是一夫一妻，是一生一世，是一生一世，是一个忠诚圣洁的婚姻制度，是一个忠诚圣洁的婚姻制度，主啊，求你赦免列国，主啊，求你赦免列国，去糟蹋你的婚姻的制度，糟蹋你的婚姻制度，主啊，求你来到赦免，主啊，求你赦免，除去列国一切的蒙蔽，除去列国一切的蒙蔽，一切的混乱，一切的混乱，主啊，求你来到帮助，主啊，求你帮助，多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Thank you.